首先讲呢，我就说我们是一个胸怀世界，但是脚踏实地的这个硅谷团队，然后这个币价呢，可能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原因，所以我们是坚信，如果是我们能做出来改变世界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东西的话，那币价，那么这个可能万倍的币价算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整个区块链的这个整个所有的数字货币的这个盘子其实还是相当小的，那么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办法，通过物联网的方式把真正实业的资本。这个真正这个世界的资源能对接进来的话，不仅这个 IoTeX 这个项目能做得非常大，而且整个区块链的盘子我们也觉得会做得非常大所以这个上面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但是呢，就是说从零到一把这件事情做成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就像我说的，我们是一支这个胸怀世界、脚踏实地的团队。